今天你们赢是你们侥幸。哎呦呦呦呦，输了还不服气，改日再战啊。走。哎，秦放兄，刚刚那一脚千斤顶真是妙啊，把他们一个个踢得失魂落魄的。哎，东方兄，没想到东方兄蹴鞠技艺如此了得，以后多带带我。年幼时我与父尊与我父亲时常一起蹴鞠，许多蹴鞠技艺都是他教授于我的。你父亲还教你玩蹴鞠？我家那老头子天天让我不要玩物丧志，一心求学，好考取个功名。依我看，什么功名利禄、王侯将相，这木鞠才是人世间最好的东西。说得好。平时只道伯牙子期，知音难觅，没想到我萧二郎今日还能寻到知己。你要等等，我还有事要跟你说，坐下。下次面对朋友的时候，你不要总是臭着一张脸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话，你就对着他笑。怎么又笑？就是上次你跟迅风和好的时候，我不是教过你吗？就是这样，记得吗？哎，东方兄，你手怎么受伤了？哦，不碍事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专门制的金疮药，我和蛐蛐挨板子的时候就靠这个续命的。你别动。两个男人怎么？